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音乐。那么这期呢，我们教大家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那么这首歌的原调是升 A 调，我们谱上的选调是 G 调的。如果想弹原调的话，用变调夹，夹在我们吉他的三品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女生要弹唱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变调夹夹在吉他的五品、六品来弹唱都可以。那五品是 C 调，夹到六品的话是升 C 调。如果男生要弹唱的话呢，可以用一个 G 调，就是我们谱上的选调的弹唱就可以了。那么也可以用变调夹夹在吉他的一品、二品、三品来弹唱都没问题。如果想下载曲谱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叔音乐屋搜索到。那么这期呢，我们的是拿火吉他面单系列里面的一个红松玫瑰木款的一个原声款吉他。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歌的一些和弦吧。G 和弦，我们的无名指按在六弦三品，然后中指按在五弦二品，小拇指按在一弦三品。好，G 和弦的根音六弦。好，下面一个 D 杠升 F 和弦啊，大拇指按在六弦二品，然后食指按在三弦二品啊，中指按在一弦二品，无名指按在二弦三品。好，根音也是六弦。E M 和弦，中指按在五弦二品，无名指按在四弦二品，根音六弦。C 和弦，食指按在二弦一品，中指按在四弦二品，无名指按在五弦三品。好，根音五弦。下面一个大横按和弦 ，CM 七和弦，食指横跨我们吉他的这个三品，压紧啊，一个大横按，然后中指呢按在我们的二弦四品，啊二弦四品，然后无名指按在四弦的五品就可以了。那么根音五弦。好，下面一个 BM 七和弦啊，我们保持 CM 七不要变，然后整个手指啊，整个手型全部挪上一格。BM7 和弦呢，根音也是五弦。好，那么 C major 七和弦啊，怎么来按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C 和弦按好，然后松开一个食指，就是 C major 七和弦了，根音五弦。好，下面一个 AM7 和弦，食指按在二弦一品，然后中指按在四弦的二品，根音五弦。B7 和弦啊，我们的食指呢按在四弦一品，然后中指按在五弦二品。无名指按在三弦二品，最后一个小拇指按在一弦二品，根音也是五弦。DM7 和弦，食指压在我们的吉他这个一弦和二弦的一品上面，一个小横按压紧，然后中指呢按在我们三弦二品就可以了，根音四弦。好 ，D 和弦，食指按在我们这个三弦二品，然后中指按在一弦二品，无名指按在二弦三品。好，根音四弦。最后一个 AM major 七和弦啊，我们有两种按法。第一种，食指按在我们的这个三弦一品，然后中指按在二弦一品，无名指按在四弦二品就可以了。根音也是五弦啊。好，那么第二种按法呢，就是食指横跨我们这个二三。对，二三弦的这个一品压紧，要一弦是闷住它的，不让它发声，要二三弦就可以了。好，最后一个，我们的中指压在四弦二品就可以了。这样子两种按法，我们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节奏型一，节奏型一的弹法是，首先第一拍，一二三六弦同时拨响。然后四弦，好，第二拍一二三弦同时拨响，然后四弦，第三拍一二三四弦，第四拍一二三四弦，好，把它全部连贯起来。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节奏型一带进去这个前奏里面来演示一下。如果带有下滑线部分的和弦，节奏型一的前两拍就可以了。好，第一个 G 和弦。下面一个 D 杠升 F， 非常顺的。然后 E M 和弦，好，第四个 C， 好，这个下滑线两拍换一个，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C 到这个 C M 七这地方，那当然我们这个前奏的最后一个 C M 七和弦，也可以做一个爬音，也可以，那 C 开始。
爬音，哎，都没问题。那我在刚刚的演示里面是一个爬音啊，那大家可以模仿一下我爬音这样子。好，那么 A 段呢，也是用的是九型一。那么接下来把九型一带进去 A 段来弹唱演示一遍。天使一直想，联络方式都还没散，你待我的好，我却抽手删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抽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怕我没够，就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谅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好，那么我们刚刚演示了一遍 A 段，那么 A 段里面也有下滑弦部分和弦，同样的有下滑弦部分和弦，只弹节奏型的前两拍就可以了啊，节奏型的前两拍。那我们弹到 A 段的最后一个 D 和弦，不懂，要我年少有为。哎，那么这个 D 和弦的弹法呢，就稍微改变一下。D 和弦其实也是用的是九型一。那么弹到第四拍啊，九型一的第四拍的时候呢，我们就改变了一个扫弦，下下上，啊，这个扫弦方法啊。那么第四拍怎么来扫？我们看一下，下下上。啊，一个前八后十六的一个节奏。那么这个节奏呢，我们在等一下的这个九型二里面也会收到。来，慢速度来试一下，下下上，再来一遍，下下上。那我们把第二弦连贯一遍，不懂。假如我，哎，第四拍的时候就假如我就可以了。好，再来一遍第二弦弹法。一二三，假如我，哎，就是下下上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B 段。那 B 段的弹法是用的九型二，一个扫弦节奏。我们来看一下九型二的一个扫弦，用一个G和弦来演示一下。好，第一拍下。那么第二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二弦的第四拍的时候呢，一个扫弦方法，一个前八后十六的一个节奏。那么第二拍的前半拍是下，后半拍下上，啊，把这两个半拍连贯起来呢，就是第二拍的一个弹法了，下下上这样子啊，非常简单，下下上。好，那我们把一拍连贯起来看一下，下下下上，啊，再来一遍。下下下上。好，那么第三拍呢，第三拍的前第一个音啊，那么第三拍的第一个音是个延音，那么就不用弹响，但是也要做一个手型出来。第一个音呢是向下，那我们扫的时候也是向下就可以了，但是不要扫出声音。那么第三拍的扫法是空上下，空上下这样子啊，再来一遍，空上下，空，哎，不要少想，做一个动作出来就可以了，空上下，空上下。好，我们把一二三拍连贯起来，下下下上，空上下，再来一遍，下下下上，空上下。好，第四拍跟我们第二拍是一模一样，也是下下上。把整个节型连贯起来，下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再来，下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好，练稳以后呢，可以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就可以了。
啊，非常简单。那么我们把这个自由行二呢带进去副歌部分，也就是 B 段来演示一下。那同样的，带有下滑线部分的和弦，只弹节奏型二的前两拍就可以了。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又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好，弹完 B 段最后 G 和弦以后呢，要重复一遍前奏啊，也是用的节奏型二就可以了。那么下面的 A 段和 B 段呢，也是用节奏型二一个扫弦啊来完成整首歌曲。那么整首歌曲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讲到这里啊，难度不会说太大。有没有前奏，前奏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和弦的一个转换。那我们这些内容就讲到这里，如果想下载修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叔音乐屋搜索到。我们下期再见吧。